是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傻逼呀？谁傻逼呀？我就要录呀，怎么了？不不不，先说一下是什么。你骂谁傻逼呀？站起来就好，就说。怎么？不要这么没礼貌。我们出去嘛，走吧。然后你开始小声点，你管我谁呀？快点下来，管一下。你管我谁？不能好好说话吗？你谁呀？你不能好好说话。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录了哈。不行，他今天必须给我小孩道歉。是什么意思？必须。是什么事情要跟我说一下，对不对？小孩说嘛，你说嘛，你来来来，你说。你可以好好，可以说，你说，随便你。听你解释。但是你不能好我小孩。好我小孩。你现在是个傻。好，我们先说一下事情。谁先骂人的？说没？他呀，他骂瓜婆娘。说没？你吼老多啊！你吼他什么了？你吼了你，我没听到，我没说你，我没说你，小宝，不要当我孩子了，来，不说，宝贝儿，来，小朋友长这个样子，你看啊，长这样，小孩子过来，干嘛？这是小朋友，你再有他，你再有他是，真的是给成都人丢脸，小宝，老子不是成都人，你不配当成都人，你再说一句脏话，傻逼，傻逼，傻逼，对呀。这样哈，首先你们就是相当于私事嘛哈，我这边就做一个调节，对吧？就是，我们小孩影响到了他，行了我们走，现在给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小孩影响到了你了。来，我录像，不要录我，就不要录我，啊，录像你有执法权吗？你录我干什么？录像需要执法权的，当然了，手机啊，当然，破坏我肖像权，你再录我。录你怎么样？再录你怎么样？再录你怎么样？录我摔手机！摔了要赔的。好，大家先拍啊，摔了要赔的。我们就不要录了哈，就不要用手机来录了哈。说这是个事情哈，大家都是出门在外哈，都是相互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做一个调解。小朋友，跟你说，这个你好。看到了，我现在跟他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先跟他说，我小孩子刚刚影响到了他。这样嘛，要跟他相互道歉。我跟他正式道歉。但是他刚刚把我小孩道歉了，刚道过了。对呀，给我小孩道歉呀。这样嘛，我们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请你给我的小孩子道歉。我刚道过了呀。你什么时候道过的？啊？我刚道过，你自己没有听到？我当然没听到啊。没听到关我屁事啊！哎，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？我们都已经说了给你道歉了，如果小孩影响到你啊，你怎么说话还带八字了，还带脏话了你？我刚刚说什么脏话了？你当然说脏话了，你当然说脏话，这么都听见的。那个是不要当我小孩说，我会给他有影响的。我们到前面去说，到你们的办公室去说道歉。我们要不去吧台那儿吧？坐我的位置，我不去。你有本事就下车，然后告我，起诉我。咱们一起走司法程序，我 OK 了。那你们凭什么跟你走啊？那你不走就不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呀？我是凭什么要跟你走呀？那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你再说，你怎么样的骂人呢？你怎么张口一个骂人，张口一闭口一个傻逼？你再说一句傻逼啊！傻逼！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哥你签一下，不要打，你们这样就不对了。